时光观列车长的111年，台北，111年5月26号，台北站，台北站7:15，所拍的是4104罗东发的蒋沿线高速的1856-85小车的，在台北站的就这么是，我以他排班的。的那个顺序的话，右侧开门，18-28-25为小圈4107罗东发车叫沿线高速。在台北站新港啊，如果选片的话咱们都点不到就可以了，4085我尽量啊，可能拍个进展而已啊，4085我们要等太久。老样子，4107在台北站实际停靠喽，4107罗东发车将沿线高速北的1082-85为小圈的，在台北站停靠。啊，如果小明跟马子们走到地方再说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好了，就这样，拜拜。我要走过去。3A 月台上车。刚才自然讲，拜拜。